闺女，妈要出差几天啊？啊？啥？媳妇儿你要出差呀？是几天呢？三天。哎呀，啊、媳妇儿啊，你咋走这么长时间呢？啊！你走了，我两个养活了呀。闺女啊，咱俩跟你妈收拾行李去吧啊。怎么还没收拾好呢？嗯？咋？啊！你妈呀！你跟你妈冻坏了！我去三亚。夏天的衣服给你准备好了。一年四季的都有了。妈，你啥时候走啊？车到楼下了，我现在就走。终于。媳妇儿，用不用我送你下楼啊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你注意安全啊！拜拜。算了，改天再走吧。